就快又到农历新年啦，今年大家都可能要留喺屋企度做节。不过无论你系外卖盘菜或者乳猪，定系自己屋企煮鲍鱼，你嘅毛孩都可能净系有得睇冇得食。不如今个农历新年都同毛孩加餸啦，俾佢哋食 Natural 铺先食包，等佢哋食得丰富一啲，一齐过肥年。Natural 铺先食包一共有九款嘅口味，唔单止狗狗，连猫猫都啱食嘅。先食包采用天然食材，含优质嘅蛋白质同埋蔬菜，营养丰富之余，亦都无添加防腐剂，更加系全零配方。不如就揀一個俾 Lea 試下啦，就試下呢款上面寫住增強免疫力嘅牛雞乳雞胗花椰菜配方啦。咁打開個盒睇下啦，咁喺裏面咧係有一個無菌包裝袋裝住嘅，咁未開封之前咧放喺室温保存就可以噶啦，而開咗封之後咧就可以即刻食用，非常之咁方便，亦都好適合咧帶出去外邊，例如係野餐嘅時候啊俾毛孩食嘅。好，而家等我打開呢個包裝袋睇下啦。哇！打開咧就聞到咧好香嘅味道啊！咁毛孩咧，我諗聞到咧嘅時候咧，一定流曬口水嘅。咁倒出嚟啦，哇！咁倒出嚟見到咧係有好大粒嘅肉粒啊！啲肉咧其實都好完整嘅，就冇話咧煮到爛曬咁樣嘅。哇！睇到裏面咧，其實材料係非常之咁多嘅。咁牛肉咧有豐富嘅鈉同埋鐵質，而雞胸肉就含有豐富嘅氨基酸。另外仲有雞胗，即係雞嘅胃，都可以為毛孩咧提供豐富嘅營養元素。咁仲有花椰菜，即係西蘭花，有抗氧化嘅作用，而且咧仲見到有毛豆啊、番薯啊同埋秋葵咁樣，材料係非常之豐富嘅，而且咧仲有好多嘅湯汁。咁因為咧佢用無激素嘅雞湯去熬製嘅，能夠提供大量嘅水分，寵物食完之後身體一定更加強壯同埋健康嘅。好啦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嗌阿 Lea 入嚟試下啦！頭先 Lea 等埋位嘅時候咧，就已經好心急噶啦。好啦，一於俾你嚟試下啦。哇，食得好滋味喎，食個嗒嗒聲喎。見佢食得津津有味啊！哇，話咁快 ，Lea 已經清曬啦，幾乎洗碗。你係咪想洗埋個碗佢啊？可想而知咧，呢個鮮食包係幾好食啊！你睇下佢仲喺度舐緊啊！Natural 铺鲜食包由专业人士研发，采用天然嘅食材，坚持不含防腐剂同化学添加，配以严谨嘅生产过程，等毛孩食得更加健康。除了之前试过的牛鸡乳鸡胗花椰菜，还有滋阴补肾的鸡腿乳钵齐枸杞，补钙护关节的牛羊乳毛豆仁秋葵，牛肉乳南瓜姜黄可以温肺服气。牛肉乳番茄马铃薯则系高纤护肝，想化湿健脾可以试下羊肉乳薏仁地瓜，鲑鱼乳昆布红甜椒有保护心脏嘅功能，黑鲟乳红藜麦木耳有助排走毒素，鸡肉奇亚籽鹌鹑蛋令毛孩皮肤更加健康。唔单止系 Lea 中意食，香港亦都有唔少嘅宠主选择 Natural 铺鲜食包俾毛孩，睇下佢哋无论系猫狗都食得咁开心。买多几包 Natural 铺鲜食包喺屋企，新年就算唔出街，毛孩都可以食得好啲，而且都系一个好好嘅送礼选择。呢几日用优惠码去宠物药妆网店买三件，仲有八折，快啲去买俾毛孩啦！你有冇一啲得意可爱嘅宠物相片、影片同温馨动人嘅毛孩故事想同大家分享？又有冇关于宠物嘅资讯想多啲人知道？即刻报料俾我哋毛城城 Mo City 啦！无论 email 定系 inbox 俾我哋都得噶。